我觉得澳洲的留学经历里边大概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也是非常大的改变。第一是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独立，在离开澳洲之前呢，就是从来没有进过厨房，自己做过饭，然后到了澳洲以后要自己打理所有的食宿，然后才去学习。我觉得忽然之间到了一个完全需要自己去做决定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转变对意识上的转变是非常大的。刚开始进入谷歌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偶然的，因为也是一个猎头找到了我，然后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会适合。因为对谷歌公司来说，它可能每年有成百上千或者是几百万的人去投简历，但是基本上大部分时候你也是石沉大海，这样的机遇也是非常少的。那我觉得既然有人觉得我合适，那我为了自己然后也要去证明一下，所以会去努力的去尝试。印象最深刻我觉得也是对灵魂最好的一个项目，就是谷歌的文化学院，它的英文是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它主要是把博物馆、艺术馆还有图书馆的馆藏作为360度的虚拟现实放在地图的一个特殊平台上去做实现。这个好处呢，就是让大家随时随地可以免费的看到世界上各处的永久性的馆藏。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不仅让我重新认识了艺术，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了解到技术、科学技术的实现能把这些好的方方面面带到千家万户里。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当时还是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名留学生，然后大家看我是中文的面孔，就很多我的国外的同学会来问我学中文，然后呢我就开始一对一的教中文，从基本的生活用语开始教。后来等到我慢慢毕业了，然后我们的友谊也逐渐坚固，那么这些人有的比如说意大利人，他想要跟中国做皮鞋或者是皮包的这个制作手工艺制作的生意，那我就开始教他商务中文，那我慢慢就开发了自己的中文教材，然后接的一些业务的范围也逐渐变得很广，除了教中文、商务中文之外，还帮他们去搭建中国的商务的桥梁，帮他们去接洽可能的服务商或者是产品的供应商，然后就慢慢成立了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在这个公司的 umbrella 下面去接受更多的业务，然后搭建更多的团队，然后去帮助大家去建立中国和澳洲或者是中国和外界的交互的相互的桥梁。我最近在英国和我的商业合伙人一起成立的，叫做晨光资本，我们就想要像第一缕晨光打进大海或者是大地一样，给新兴一代的90后或者是00后的好的 idea 或者是创意，给他们注入资金，然后帮他们解决路上的这些小小的障碍，让他们去能更充分有效地利用他们现有的技术资源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觉得一直都会有迷茫和困难的时机，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技术能让我们预先的预卜未来，所以很多时候做的决定有20%可能是真的是要靠 luck， 我自己的运气和一点点赌的这个勇气，然后80%靠我现在已有的经验和我对这个行业或者是我要去的公司的了解。所以我挺相信这样的28原则的，如果是我觉得对它做到了超过一半的准备，我通常都会往更大的挑战去进发。因为我们来自中国，然后又在海外，不管是在澳洲还是英国生活还是工作，那你接触到了两个，而且是深入接触到了两个不同的文化主体和它的社会形态，这个就是潜在的优势。我们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来到海外求学，从某种程度上适者生存，我们的竞争心、雄心、野心也会相对来说可能比一直生活在舒适圈里的人更激烈、更凶猛一点。那我觉得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别人能容易地看到你的激情，看到你坚持的方向。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尤其是在互联网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还是要跟 peers 还有同伴互相去比的。那我之前的团队10个人，然后我们来自5-6个不同的国家，然后9个男生一个女生，所以你的那个比较是 multi layer 的，在不同的角度，你代表的可能就不光光是中国人、亚洲人，你可能也是最年轻的女性，所以在方方面面上其实也能驱动你去更加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中国人的感觉是最强烈的，尤其是项目会达到很好的成果的时候，会觉得很骄傲，让他们会很后悔他们不是中国人。